想起你，在这空空房间里，思念太细，在我们曾经的梦里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只因你。可惜这样失去你。你还真的别跟人朱铁四比，人家朱铁四对小薇是纵容，你是不敢，你是心里没底儿，你怕失去，怕辜负，你想太多了，所以你连理所当然你都做不到，因为你没再爱啊。你不是画画的吗？你把公司卖了，拿这钱给自己买个画家当，我都觉得你是想好，为了小薇，你想打一个够资格和他比翼双飞的底儿。我说这话，你还别委屈。你连你自己都不爱，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他会真真正正爱着别人呢？小花，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你的生活不需要你。妈，总是我主动的给你打电话，你好意思吗？我不是忙吗？切，做儿女都这个德行。算了，我懒得跟你说这些。我是说，华伟林跟你联系了吗？没有。那你还黏着他干嘛呀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我都已经决定加入老朱他们公司了。你去了？人家未必要我呢。你活该，谁让你耗到现在呢？哎，我，你耗到现在，我还不明白吗？你就是想看看人家华伟林有没有在等你，所以你左右的摇摆，不知道是往前走还是往回撤，对吧？妈，你讨厌了啊？其实我也想知道，可是华伟林他一次都没有到过咱们家，他根本就没有来问问你任何的情况。你这还等他干嘛呢？这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卖掉这个公司，绝对不是安安静静的想等你。人家那就是想找一个不相欠的办法，告诉你结束了。也许吧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自己跟他联系，直截了当问问他，省得揣在肚子里猜来猜去的。算了吧，女人总是喜欢拿文艺片的情节来自欺欺人，
何必呢？对，何必呢？切，你要飞啊，你就好好的飞，你别往回看。申请的材料交上来嘛，这仨人都突然间支支吾吾的，好像对这个调动啊也没有多大意愿了。不是，我是听那个徐老师说的，说前两天怎么你去找过他们？啊？我就问你啊，你是真想把他们调你那儿去吗？不是真想，我之前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，你说。那个，这毕竟是为我自己化解夙愿，是吧？可是后来我真是我怎么琢磨怎么是鸡肋。你说就那仨啊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祸害虫子。所以我道听途说了一些事儿，当面一炸，果然逮到了他们的小把柄。还真是你啊！我多贤惠啊，先老公之忧而忧。还替老公做恶人呢？不是，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个出趟长差回来改姓了啊，我觉得这个教学交流活动真特别好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以前不贤惠吗？啊？没有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哎，你就是嘛，你这突然间这个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境界，我暂时有点不适应。哎，怎么我相夫教子你还不乐意了？不乐意，乐意，乐意，特别乐意。说我这要是不乐意，我不是弱智。刘总，你站住！我还开会呢啊！刘总，你好歹也是我过去的老领导吧？看到我成长，应该感到欣慰才是吧？就算没有欣慰，也不能成为绊脚石吧？不让我入股，阻碍我投资，您在我的生命当中可是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呀！难道我以前对你的敬仰都是错的吗？难道你竟会是一个连女人都要挤兑、都要排挤的猥琐大叔吗？我心存善良，我不相信呢，我不相信呢，刘总。那个，你不信就对了。那个是吧？其实不让你入股的，主要是老徐。那您是站在我这边的吧？绝对是啊。我一个弱女子，孤零零的带着个孩子，是老天垂怜我，让我赚了点钱。我就是想再多捞一些，多积累一些，好让我那可怜的孩子不要有后顾之忧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你怎么忍心能把一个单身妈妈的全权期盼彻底的撕碎掉呢？都说您是商业界的楚霸王，可是您这楚霸王怎么能欺负女人到这么残酷、这么无情的地步呢？这话说的有点重了。这关键不在我，在老朱。现在市场不好，他怕你投资失败，辛苦钱打了水漂。那。您是站在我这边的吧？是是是，我一直站在你这边。老朱，那什么，我老婆催我回去吃饭啊。我老婆也是。哎呀，你不早离婚了吗？忽然又回来了。哎，老朱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真正的阻碍居然是你。是你这个我绝对信任，从来都没有过半点怀疑的男人。啊，不是，不是这样，我没有阻碍你的意思，我是觉得投资有风险嘛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就是怕，
你怕的不是风险，而是我来了。一个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已经残缺不全的女人又来到你的身边了，你已经嫌弃她了，所以害怕被她粘上。要是投资失败的话，就更得粘上，甩都甩不掉。老朱，我见了你只谈投资不聊感情，我就是担心你会有这方面的顾虑。我都清晰成这样了，你还怕个啥？小薇，你胡搅蛮缠的功夫已经达到真话境了啊。拒绝我的投资就是拒绝我这个人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走出这一步就是跟过去了断，下这个决定不容易，老朱，别再给我后退的理由。最近老问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。我不是，我主要是徐杰，自从上次同学会之后，他就对你不正常的关心，他老想从我这儿打听你的情况。那你不能纵容他，必须加把伺候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上课去了。啊，好，那你去啊，拜拜。沈宇和魏老师一切正常，这下你就不用瞎操心了 ，OK？这回明明是你想探访，还非得来这没人的地方。那他们没事了，咱们掰扯掰扯咱们的事儿呗。啊？我们有什么事儿啊？昨天晚上打麻将，你妈输了64块钱，钱呢？计较那么多干嘛呀？一大家子住一块，牺牲我隐私，陪你爸妈打麻将，牺牲我业余生活，我都牺牲成这样了，输了钱还不给，真当女人是上赶着犯贱是吧？啊！吴院长，哟，陈校长。怎么来我院指导工作啊？哎，岂敢岂敢，我是来求你们指导工作的。我呢，想派我们学的老师到省师大来进修。方校长那里，你可得帮我说说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相互学习。哎，沈老师脚伤好了吗？什么？他脚伤了？他脚给崴了，拄了一个多星期的拐。哟，哎，哦，他没告诉你吧？你瞧瞧，这多体贴呀。哎呀，我知道您那段招生工作忙，怕你担心分心，专门嘱咐我啊，别告诉你。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这沈老这个人啊，是真是没说的。本来想给他拍两圈，可是他高风亮节，就是不要，我就不好意思了，照顾不周啊。好在他是云景人，找了个同学来我接送他。那个同学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好像是姓华。说跟你也是好朋友。哦，是啊。那小伙子还真够意思，租了辆车鞍前马后的，可见沈老师为人好，从小啊就有好人缘啊。啊，对，人缘好。这个事儿他怎么就一句都不跟我提呢？我回来了啊。沈宇，
谁呀？爸，啊，我魏明。啊，魏明啊，挺好，挺好的吧？啊，挺好，挺好，都挺好的。那个爸，我想问问您，那个华伟林是搬回家去住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爸，您怎么了？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魏明，夫妻之间呀，这种事儿可不能乱猜呀。我不是什么也没说吗？不是，妈，爸，那个，我就是想啊，谢谢他。您看沈宇这段日子在云景，劳烦他照顾，每天都车接车送的。魏明，这个也不能这么说，对吧？我们小雨这孩子呀，本质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你作为她的丈夫啊，这个立场还是要坚定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那没什么事，我挂了。魏明啊，你不会因为这事儿跟小雨吵架吧？什么事儿？其实在一块儿吃个饭，能有啥事儿是吧？你说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什么事儿嘛。那行，要没别的事儿，那就挂了啊。这个，行，两口子嘛，还是两口子啊，挂了啊。回来了。你这么有钱吗？啊，今天不能进来给我。来，你帮我抱。哦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儿子啊，出去玩去了是吧？我去收拾你。等。啊。那个，咱们今天晚上吃牛排吧。这家里也没什么情调，吃什么牛排啊？炒菜吧，营养均衡啊。不是我想吃这口。不麻烦呀，改天吧。吃牛排，听见没有？我个人认为，靠直觉做决策是不负责任的。这位帅哥，说这话的时候，请考虑一下新股东的情绪。楼市的价格曲线呢，预计已经开始下探了。大哥，图形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市场不明朗，我建议投资者暂且观望。这位单身老伯，女朋友能否成为合格的老婆，结了婚之后才知道，观望只能导致一个结果，她成为了别人的老婆。我们专家的责任是尽可能提供完整的数据，进行尽可能的准确的分析，所以让我们把话说完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。专家的话都是废话、空话、模棱两可的话，图一乐可以用来参考，就会死得很惨。你知道我凭什么吗？就凭我是女人，女人都是不安的动物，要是没有一套实实在在的房子在手里，她们就会很不安。女人一不安，就会搅和的男人也不安。说呀，男人一不安，就会郁闷到连他的父母也跟着不安。有那么多人都在不安，房子会愁卖吗？房子不愁卖，房价会跌吗？这么简单的事儿需要分析吗？可事实上有很多楼盘已经在计划降价促销了。降呗，降一段时间之后再涨了，稍稍一涨，买了的被女人爱死，观望的被女人骂死，有钱买的赶紧下手，没钱买的勒索爹妈，都是恐慌性入市。现象很丑陋，但真真切切，女人不除，房价不跌。这女人也太强悍了吧？不，是中国女人。
太江寒了。跟你说个好消息。拿地了？还当回镖王，京西地产这回出大名。你们真听我的啦！哎，靠直觉做决策是不负责任的，更何况女人所谓的直觉，压根就是一厢情愿、死主观，压根就没有任何准确性。你们哄哄我高兴，哄哄我就行了，给个面子就完了，怎么真的听了那些歪论就往上扑啊？哎，你一会儿天上月底下的，是不是夸张点？不是，我不明白啊。我就是一个梦结束了还想缠绵的傻女人，一个回头没有退路往前怕迷失的弱女子，你们凭什么把我当回事儿啊？凭什么把我当回事儿啊？拜托。所以啊，凭谁故作强悍？凭谁？你把陈真心送回去了，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我是来工作的，以后大家都单纯点好吗？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，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？可是你打我的脸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是在故作强悍，可是这很不容易，你为什么要拆穿他？我只想在你冷的时候能够抱着你。我不再是以前的顾小薇了，我伤了乳房，残缺了。在我印象中，顾小薇就从来没有完美过。我不是因为赚到了钱，所以才赶来找你，而是因为等候到失望。其实挺脆弱的，脆弱到期待对方来猜，期待对方能洞察我虚假的逃走，脆弱到不再期待的时候，一个电话都不敢打，生怕亲耳听到一样的答案。对不起，爱情不再期待的时候才来找你，我对我自己说已经很强了，最起码是个股神，拥有超强的能力。于是我骗过自己。但至少你知道来找我。我只是要一个平台。多接受点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爱情不再期待的时候，我就找不着北了。我就会乱来，你受不了的。我早就习惯了。别管我，给我一个平台以外什么都别管，求你了，否则我会逆反，会很讨厌的。老朱，我横插进来，强架着你做了购地的决定，这种心态很不健康。如果输了，我拿我自己赔给你，如果你还要的话。
你给周卫东他们下吊函了？这个事儿不是原先就这么定的吗？你说我好不容易把雷扫了，你怎么就能把阵地给丢了呢？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你说三个大男人在我面前都慌张的开始倒隐私了，我这面子实在是抹不开嘛。所以说嘛，人家非亲非故为什么跟你倒隐私，面子都不要了，以后不耍你才怪呢。你说你通筋博骨，前车之鉴比比皆是，怎么就能犯这样的错误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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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后这个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！你这人就不是个当领导的料。对对对，我就不是个当领导的料，我愚吗？是不是？哪像你呀、啊？这个通读历史，活学活用，然后把人家蒙在鼓里，人家还得买你的好，是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说嘛。你说暑期教学交流都跟谁腻一块儿了？难怪开始说不去，后来突然间的转变思想，难怪把父母啊支北京去，难怪这一回来百般卖好，心虚到不行。谁心虚了？你没心虚吗？我为什么要？你没心虚，你回来不跟我说，一句都不提。算我不冷静，以后这事咱们不提了。哎，来，哎呀，我崴伤了脚，华伟林他把……对，我也是想找他的，因为他跟顾小薇分手了，分得不明不白，我就想搞清楚他为什么呀？有必要吗？啊，人家分手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顾小薇她很难受，所以你是怕华伟林很难受吧？啊，是不是儿子？哎呦！哎，凡凡，自己玩啊，自己玩，不许下床啊！沈宇，你就这么想你我的是吧？你就这么想你的老婆是吗？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停止，我们别再为了这种事吵了。这种事儿？什么是这种事儿？你指的这种事儿是什么呀？啊？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。这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问题吗？好，那我们心平气和的来讨论，好不好？如果不是因为华为里顾小薇难不难受，根本够不上你去关心的份儿。那就像上次同学会，如果你内心坦荡，你会被顾小薇摆上一刀？你说这话太过分了！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会和他怎样，我只是搞不懂。我一直一心一意，可为什么我的老婆心里永远记挂着别的男人？太搞笑了！扯顾小薇当大旗，走这么一趟痛定思痛了一把，以为撇清了，从此以后清清爽爽，没想到给自己下了个套。听不懂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没错，我就是还在记挂华伟林，所以我听说他们俩分手之后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小鹿乱撞。但我敢肯定，我这次去就是跟他做了断的，就是因为心里还有这份记挂，我觉得有问题，所以我心虚了。你听清楚了，我就是心虚。我还就告诉你，我跟他做这个了断，我心里特别难过，特别痛苦。我笑着面对，但却肝肠寸断。
方案，核心是环保型住宅，省水省电省空调，字字句句都往女人心里钻，要让他们只顾小便宜，不顾大价钱。把户型最差的居室八折预售，剩下的五到过完年之后梯次抬价，要让所有人都明白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过了这村没这店。老朱，我们赢了，老朱，老朱，我们赢了，老朱，四万亿就是 GDP 宝八才都能在世界人民面前扬眉吐气了。就算是房地产他自己想死也是不可能的，一切打折都是为了明年楼市的迅速火热，明年开始大张旗鼓。等明年火爆了，我就在家里头坐收渔利，啥也不干了。女人嘛，起哄行，真干上了就得看职业经理人怎么玩了。柔弱就能自己配合我，现在赢了，万事好。老同志，不要拿身家性命跟人家赌气嘛！啊，我就觉得自己输了。缺了半边胸的女人赌气，行吗？干嘛要说这个？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逃走了还要期待守候，期待到无望？为什么又不敢给华伟林打一个电话，哪怕确认一下？其实我知道，是伤了，被人伤了好恢复，被命运伤了，就伤到骨子里了，所以不敢再接受一点点刺激，哪怕只是个可能，我也不敢。矫情，是女人有时候就是矫情那么一点点感觉。比如你看到我伤残处的时候，眼皮是否会不经意地跳动一下？或许你只是条件反射，可我却会被杀死。真的，深到骨子里的伤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愈合的。陈岩，我们能谈的吗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还谈什么呀？你要真对我有意见，你只休说呗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想说吧，这个男人和女人有的时候在认识事情的重心上会稍微有一些偏差，放心，你老婆早就百毒不侵了，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，就算伤到骨头里，新的历程也早就开始了，停不下来啊。
我上班早，你送咱们吧。啊。早饭多吃点啊。时间妈妈不在身边，妈妈，你会想我吗？舍不得吗？就不要送他出去了，晨晨才多大年纪啊？走了走了。要是跨上堆肉吧，还能勒个塑形内衣，这蝴蝶袖是真没办法，松垮垮的两肩，走快了还颤。哎呀，这辈子是永远要跟吊带裙说再见喽。要在意这些还能活呀？这年纪上来了，该来的也躲不掉啊。能不在意吗？这家伙现在是处长了。人都说中年男人三大喜：升官、发财、死老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呢，现在叫做青壮年。哎，这家伙是不显年纪啊，上学的时候显老，现在怎么还这样啊？羡慕我？去死！哎呦，宝贝，妈妈，啊，怎么了？跟妈妈玩啊？那哎。小乖宝贝，我看你鼻子怎么了？哎，魏明儿，哟，那正好，那叶霞他们都在呢，晚饭前能到吧？在家吃啊，你就折腾我吧啊！什么？有朋自远方来，有朋自远方来，谁呀？不知道啊，说是大家都认识，叫过来一起吃饭。如果是个女的，一定得警惕啊！越显得光明正大，就越说明深藏心机。他这岁数的男人，最怕的不是出问题，而是善于把问题阳光化。丽丽，家教啊！丽丽，哎呀，都来了，魏老师，媳妇儿来了，请进。真的是特别凑巧，啊，我们招生点设的最后一个是在云景。我刚一到的时候，招生办的同志们就带我去吃饭，就路过加油站的时候碰见魏林了，碰着我们就聊上了。哎，没想到这一聊啊，还聊出火花来了。他跟我主动说啊，说这个想改变这个生活现状的意愿。我说这好事啊，那就读书嘛，是不是？反正现在这个高考也没有什么那个
年龄限制，那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？是吧？随后我就把我们这个艺术学院的简历跟他大概说了一下，我建议他考艺术系。我总认为先拿一个本科文凭比什么都强，啊。哎，当时伟林有顾虑，是吧？有一点顾虑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只要他愿意来报考，我全方位的支持他。首先拿这个学习上来说，那就来我们师大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师大的图书馆好，资料最全。再有生活问题，我可以在这本校内给他安排一个临时性的工作，虽然工资不高，啊，可是支撑他复习啊，乃至于以后的就学呀，都应该能撑得下去。啊，你说我，毕竟也是一分院长嘛，这点小权总还是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跟那个后勤处的同志我商量了一下，给他安排了一个这个保洁的工作。有个地方总在心里珍藏，那么久远却无法遗忘，有段时光总忍不住回望，心上的人儿不知在谁身旁，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，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宽，你变成了信仰，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，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宽